看到的就是葫芦，看到就是鲤鱼，什么福气到了，然后年年庆余，花开富贵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兰香老师非常的热忱，
它配合我们平镇市公所呢哈的一个春节的一个春联挥毫呢，好在各邻里都有展出。那当然我们的学生的哈也都配合一个配合演出，所以呢我们先请我们的蓝香老师，首先要介绍我们蓝香老师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蓝香老师的台前来好不好？来，这么气质优雅的老师哦，这个画展真是非常的漂亮哈。那在蓝香老师的成就呢哈，在于他的家庭，如果没有他的家庭的支持，他今天没有今天的成就。好，因为蓝香老师听说十几岁就跟随我们的师长，好就被我们师长带走了哈。啊，那这一辈子呢哈，他这一辈子他只听一个人的话，好，艺术家的风骨跟气息。啊，那这位他只听哪一位先生的话呢？就是我们的师长李应松先生，来，我们的请我们的师长到台前来，掌声不够热烈，我们的师长速度比较慢，来。欢迎之余呢哈，都还有我们的时间能够学习我们的这些书画，好这些画。那当然，他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师长，我们的李应松啊，李先生了。我们再次掌声我们的师长，好不好？因为有师长您的支持，我们今天才有这个福气来参加这个画展。好，那我们蓝香老师呢，他还有很那个，除了在我们学习之外呢，他还有很多的学生。好，他的学生在哪边哈？来跟各位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蓝香老师担任过我们的新阳明社区大学国画老师。我们新阳明社区大学学生在哪里？来，等站起来给大家见面一下来。在后面啊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新阳明学院的国画老师。那我们桃园社大的幸福学院的学生在哪边？社教馆同学 ，OK， 来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，谢谢。好。还有我们荣源美术教室哈，那也是我们的美术老师，我们荣源的学生在哪边？挥挥手给大家认识一下，来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来我们南崁长青学院，来我们南崁长青学院的学生在这里，欢迎你，哇！南崁桃园一大早远道而来哈，一大早就包车过来哈，哎，姿势摆好，来，还有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新荣里自信里我们的学生来。好，今天最热情的也是我们展场布置的一些学生啊，还有我们东势文化，我们老师也是担任过我们东势文化学会理事，也是台艺青学会的一个理事哈。那我想说哈，今天老师呢开这个画展哈，他非常的高兴。好，那当然他今天有这些成就，也是师承我们艺文界的前辈跟先进的一个指导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老师的老师，我们的陈老师来为我们致辞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陈老师来。主持人，还有这个今天的这个叶老师，还有艺文界的前辈，刚才那个宋良明宋老师啊，也在场，那还有。这个平镇的这些艺文界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我姓陈，来自台北。那我们今天在台北的画室也有一班的同学来，我们也介绍一下我们台北画室的同学。他跟蓝香是同班同学，在台北近20年。那蓝香呢，在我的画室学，应该还不到一年。成绩非常的优异，所以呢，难怪有一句俗话说哈，怀才就像怀孕，因为呢日子久了就看得出来，有道理哈，所以呢才没多久的时间就看得出这样的一个才华啊。我们现场呢应该给蓝香呢一个很肯定的掌声，我们给他热烈掌声一下。啊，那我。这个在台北教学，第一次来到平镇，啊，没想到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灵人杰哈，我一看美女如云，然后呢才子出众啊，有点这个出意料之外的感觉。我们有一次参加这个比赛，
他是书法类的第一名，啊、哦，那我是山水类的第一名，我们一起呢，在那个欧豪年老师的这个评审之下，我们现场比，非常刺激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在台北啊、哦，我们这一类的活动会比较兴盛一些。那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地方，看到评审有这么好水准的一个艺文作品，那我相信，在假以时日，有这么优秀的老师的指导之下，相信日后的成绩会更加的丰硕。那我们在此呢，先祝这个画展成功，那也祝各位事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陈老师。我们平镇市艺文的风气能够带动我们陈老师鞠躬委屈啊，因为有了陈老师把我们蓝仙老师指导得这么好，所以呢，让我们今天有这种福气能够参加这个画展。好，那接下来补充介绍我们的贵宾。好，来，我们中建里里长李英伟李里长，还有我们中医师协会理事长我们的郑雅云郑理事长，来，理事长好，谢谢。还有我们中间里我们的罗瑞平罗里长罗林长，来，来林长在这边，好，欢迎您。好，那在我们的习惯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有非常多的学生啊跟着我们。今天对不起，我刚忘记补充介绍一下啊，我们今天是我们叶兰香叶老师彩墨画展，我们楼下。我们在三楼的时候呢，还三楼的地方还有我们蓝香老师的师生的联展，啊，然后上好三楼哈，各位，在我们看完这边，我们还可以往三楼哈，三楼是我们蓝香老师的学生，啊，也是一样在做个展览。那我们这老师的学生在做习画的过程当中呢哈，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个心得，啊，我想说在这边哈，我们先请我们的老师得意门生，我们的翠莹来，张翠莹来，很感谢他，很大胆敢叫我上来。后来我想一想，为什么要叫我上来？我想说，像我的前辈学三四年了，他们对叶老师太有感情了，讲话一定很拍马屁。然后如果请新同学来讲的话，可能又不大了解他，所以就找我这不旧不新的同学来发表一下感言。然后我又是很敢讲的人哈，所以我讲的话都是实话。叶老师，你们相信吗？大家笑那么开心，应该很相信哈。因为我讲话都很直接哈，叶老师我很感佩他的是一点，就是除了他的话让我很欣赏以外哈，然后我觉得应该给一幅人家的画作跟他的人格他品格很有大的关联。那我欣赏到他，欣赏到把他请到我家去教，所以我们平镇三字顶就又来了一个那个叶老师这种画风。那结果我发现我那边的同学啊，龙年画室同学都特别的感谢我，都没有感谢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把他带进来的啊，所以你看我们叶老师有多优秀，每个同学真的都很感佩他，除了他的画风还有他的品格，然后他的乐观让我们学习。最大一点我觉得很多人画图啊，都有废寝忘食，像我都是画到我老公，他叫我买便当，我都生气。然后我就发现叶老师，他回家还要煮三餐啊，还要把你儿子那些都照顾，女儿都照顾得很好。因为我前去他家拜访过，我发现我要走的时候，他儿子女儿竟然在房就大门口在，哎，阿姨再见。很浪花，那让我们也可以到户外去看一下那个牡丹的生长姿态，或是其他的，这只能说我们在新荣里国画班学习是很快乐的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丽萍啊，习画的看起来都非常好。广告，大家好。好。大概蓝香老师的展览那一天，他说今天是第五题，可能人会比较。我们画画界两大因素，它都有。我们两大因素，第一，作品够，人也够，就是人品。这是一方面，看看甚至连这些指导，你看看，甚至于他的老师，他的学习过程都有一点成就，好到有点成位。那你就知道蓝香老师的这个人缘有多好。那么不是这个。
我们只要是在平镇市所办的活动里面，几乎他一半以上都可以看到南翔老师。好，所以他现在也是我们书法教育协会的会员，还是书法协会的一个会员。一个学画的老师在书法方面肯弃下功夫，最了不起。因为我们也都知道，写水墨画的老师几乎呢在书法方面都不会弃下功夫。那么我们各位也知道，我们桃源县大概是，大概是数一数二的一个画家戴武光老师，啊，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顾问的这个文化馆，他们的书画也都写得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水墨画跟学的西画不一样，因为学个西画我们要学文字，水墨画一定要去学书法。那个书法的线条其实是陡，你在水墨画方面的发挥才会更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虽然我是专业在书法方面，其实我也曾经是画水墨，也曾经是画油画，啊，那是年轻的时候。那我现在是一个书会的理事，那我们讲跟你一个书会像难参加，就有能力自己再创一个书会。为什么？我们认为艺文界最大是百花齐放，不收拾不负担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参与的会员已经超过102人，所以我先做一个广告，我们是5月21号在这里，5月22号开始谈到5月30号。那我的会员这么多，当然不乏有 A 段，也不乏有 B 段，也不乏有 C 段。不管是我们台艺的一个大将哦，包括这几位理事长，都是我们台艺的大将。所以我就讲，台艺书画协会是一个制造理事长的一个协会，可以这么讲。大概家教，不管你的画技也好，也都能够慢慢的提升。不过有一句话哈，我在这里还是要讲一下，因为有很多同学碰到我，哎，理事长你不要给这么大的压力，我们都玩得很开心。后来我说不对，你要是像叶兰香这样，还真的玩得开心。为什么？结识这么多好朋友，甚至他的作品就跟陈老师，这位陈老师好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了，学一年，我真的不相信。我那天还想问他，我说你这个水，这个山水大概学了多久？学一年有这样的功力，他要是没有原来的画画基础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知识应该算在你那个班里面算很高的哦。那么我们讲这个书画方面，你说学得开心，要怎么开心？大家都会讲那一句话，对不对？那个有时候是鼓励自己，甚至于在找台阶，自己台阶下。哎呦，我很忙了，我怎么样？我都没有时间画啊！我只要来这边开心就好。我告诉你，你的作品要是去年比今年，今年比去年更好，你才会更开心，对不对？3年以后，你可以当老师，你更开心，对不对？这个才真正的开心。你的作品几乎都停顿在那边，3年5年都停顿在那边。我问你，你开心到哪里？你开心到哪里？应该你不大会开心啊。所以这句话呢，我要送给各位。这句话不要随便乱讲，这句话讲出来表示你正在什么，在找台阶下哦，尽显能够步步的高升。也祝福各位与会的朋友，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谢谢各位。谢谢我们的理事长，我祝福，谢谢。好，也比较有的起点啊。当然，在我们平镇市里面呢，在提供这么好一个艺术环境，给我们有好的老师这么好的一个画作。但是如果我们好，那我们在这边我们要请刘馆长哈，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蓝香老师，也介绍我们的社教馆。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刘馆长。今天的主持人叶老师，谢谢主持人邀请。老师的老师陈老师，台艺书画协会的理事长陈理事长，荣兴书画协会的张理事长，书画协会的宋理事长，以及
所有艺文界的先进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刚刚诚如那个我们主持人说，好，今天是属于大家的日子，是我们的艺文节。那当初来希望我们会敲定这个日子来做一个茶会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共聚一堂，来度过这个属于你们的日子。那虽然说刚刚主持人也说了，今天日子非常的漂亮，可是你看看我们叶老师的人气，单看这样子的人气跟这个祝贺的花篮，就知道他的人气是非常的旺的。那其实我们在馆方这边哈，是因为我们市长非常重视我们艺文这个区块，所以在我们馆方这边哈，我们的单单讲文化馆来说哈，我们大概哈每一年365天，除了布展跟策展这两天没有展览以外，365天它天天都在展览。那在动态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演艺厅的部分呢，它在每个礼拜的礼拜五的晚上跟六日，就像今天下午的，今天下午也有一些活动，所以不管在动态静态所有的活动都络绎不绝。当然这个整个活动哈，也要靠大家的支持，所有艺文界的支持，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能够来支持艺文，让艺文哈能够蓬勃发展，然后落实我们陈市长文化城的一个施政理念。那其实我跟叶老师哈是多年的好朋友，对。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叶兰香叶老师。谢谢张经理，谢谢馆长全程陪伴，太谢谢你了。因为今天所有长官真的都很忙，不然你们都没看到这些长官来。可是很高兴，我看到这么多书画界的先进们、老师们，我很高兴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今天首先要谢谢各位会长、我的老师、我的好朋友、我的好同学，还有呢，我的家人。我的家人是我先生来了，因为很多事情。今天呢的画展，策划这个画展，不只是出租啊、还有策划，出钱出力，都是我先生一手策划的。还有呢，对，他们很重要一个。还有呢，请来了聚东华中式美食，所以今天大家要在这里快乐的度过这个周末。比比名著千古韵，但写不会满这里的今天的书画界里面的先进，或者是一些长官们，你们觉得说或许我的画风不够纯熟，但是我挚爱画画，我执着我的画风，我热爱我的画画，因为爱我也在散播爱的种子，希望我跟我爱画画的一群朋友共同寻找这一块美丽画布。今天那么多朋友来，我可能会招待不周，不过往后的展出时间我都在馆内，在欢迎莅临指导。那除了看楼下的画，我的学员他们作品各个精湛都在三楼，一定要上去看。今天大家呢回头边吃边聊，下礼拜就是母亲节了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提早庆祝母亲节，希望所有的母亲都快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你们又来，都是为我爱护，为我关心，感谢大家。谢谢我们兰香老师啊，我们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兰香老师请留步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学生们啊，这个学生桃李满天下。很心动你的花瓣啊，在这边哈啊，我们最后哈，我们兰香老师有准备一些餐点哈，在旁边，然后我们的画展在楼上有学生联展，在这边先开放照相啊，开放照相。